大花椒大料主要是给它烹出香味儿，稍微糊一点儿也无所谓。其实最主要的一步是烹，就是往里烹水那一步，场面壮观。毕竟用电烧水快，差不多这样。好了，必须得让这锅热，油热一点的话，烹出来的效果好。我去那边摁照相机。这回我们进行最为关键的一步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好戏开始了。这不是相当危险的。